他说：“一位已经往生的出家人，生前对我婆婆说，吃长素的人可以吃生蚝，啊，青壳贝就是贝壳类的。我婆婆对此说法很执着，请老法师慈悲，最好是不吃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些属于动物啊。”啊，除非是有病，医生开的是药用可以，不是药用不可以。啊，真正持戒严的，啊，就是药用他也不用，他要找其他的代用品。啊，这是养自己的慈悲心。啊，不给众生结怨仇。下面一个问题是，一位已经下面像这个，我的儿子11岁，颇有善根，但喜欢吃鸡蛋。他想请老法师开示，鸡蛋是心还是素？吃长素的人可以吃吗？啊，因为别人讲，儿子不相信，最好不吃。啊，那么这个蛋，如果这个没有公鸡交配的蛋，它没有生命，啊，这个蛋可以吃。啊，就是现在这个养鸡场里面养的，啊，这专门生蛋的，没有公鸡交配的，啊，这个蛋可以吃，可以吃。可是我前几年呢，参观一个养鸭场，我看了之后啊，我就告诉大家，这个养鸡场、养鸭场的这个蛋不能吃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参观这个养鸭场啊，里面这个他们的这个管理人员拿了一个小鸭子放到我手上，跟我手掌一样大，啊，这么大的鸭子一样大，啊，他问我，他说法师，你看这个鸭子出生多久了？我估计至少1个星期到10天。他才能长这么大了。他刚刚出生的时候，是从蛋里头就跟蛋一样大了。所以他长这么大的时候，至少要1个星期到10天的。他告诉我，昨天出生的。我说：“那你这个鸭子是养多久出去卖呢？”2个星期。我晓得，我们从前在农村。鸭子要养大的时候，差不多要4个月到5个月。啊，正常的是半年呢，就拉出去卖呀。现在2个星期，你就想它喂什么东西？它喂的全是化学饲料。啊，让这个鸭子就看它就长。哎，这上午下午跟下午就不一样。它长得那么快，所以这个呢，它吃的东西的时候是不是正常的食物啊？不是它自己在野外觅食啊，是人工用的化学东西，这个里头都有带着病菌啊。那么这种鸭子生的蛋能吃吗？啊，鸡也不例外啊。所以现在肉都不能吃啊。啊，这个饮食里面的奇奇怪怪的病都是从饮食来的，病从口入，一点都不错啊。啊，所以我看了之后的时候告诉大家不可以吃蛋，那个太可怕了。啊，那个场是在山东我看的，
厂里面告诉我，他们这个鸭子是供养北京烤鸭，北京烤鸭大概有三分之一是他们这个厂里面提供的，这还得了啊！好在我们素食啊已经成习惯了，对荤腥没有法子忍受。 所以现在这个饮食起居，感染许许多多疾病的，是没有法子避免的。这个不能不注意。就是海鲜也有问题了，海水污染了，所以海洋里面有许多生物不能生存。 都绝种了，现在能够侥幸生存的时候，他们每天吃的东西都含有毒素，你说多可怕！连蔬菜现在也不保险，为什么呢？农药化肥很重，在台湾我遇到过卖菜的菜农。 他们菜都非常好，但是他们自己不吃。为什么呢？过量的农药，他是卖给别人吃的，因为别人要好看的，那才好看的。他自己吃的时候，另外种的时候没有化肥，没有农药。有虫吃过的，样子不好看，他吃那个。 这是中国古时候谚语上：“谋财害命”，不考虑别人的健康，只是想到怎样把别人口袋的钱捞到自己口袋里去，别人死活与他不相干。他自己吃的米也是自己另外种的。 不是卖的，卖出来它里面加化石粉，那个米就好看了。现在成什么世界？正是《无量寿经》佛所说的“饮苦摄毒”。从前我们读这些经文呢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现在看这个社会呢，这个经上讲的一点不错。 我们确实饮食饮苦摄毒，你说多可怕？那么现在最可靠的就是自己种菜了，除这个没有别的办法了。那么在香港地区，种菜很困难，他没有土地，所以我们在澳洲就有很大的菜园，我们自己种的菜。 通常可以供养30-100人没有问题，连我们是办个活动，可以能供养1000个人一个星期，自己种的，这是最可靠的，所以这说到我们的饮食起居。